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，我是歪叔。这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，龙溪辣椒。关于它的辣度，我就不多说了，看图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颗足以致命。那今天我们把龙溪辣椒喂给面包虫吃，看面包虫能不能抵御这种世界上最辣的辣椒。看，面包虫已经开始爬到辣椒上开吃了。感觉他们好像一点都不怕辣，看吃得特别欢，一拎一大坨。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些辣椒。已经被吃的没剩下多少了，看来面包虫真的不怕辣椒。刚刚百度了一下，辣是一种痛觉而不是味觉，而且只有哺乳动物才能感觉到辣，难怪面包虫不怕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呢。吃我就不吃了，作为江浙一带的人，18岁之前我就没见过红辣椒，吃这玩意儿会出人命的，不过可以尝试一下涂到手上。看我手上已经开始发红了，火辣火辣的，特别是碰到水以后越洗越辣，怎么洗都洗不掉。